你早上是不是看了电影啊？看了什么电影？雪怪，奇怪啊，魔雪怪，他怪讲。坏魔雪怪。哦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你看的电影名字叫《坏坏猛雪怪》，里我面不讲了想什么故哭了。事？讲了一个什么故难事？怪要酿热水才会酿出来。对呀，那你看的是什么故事啊？里面有什么人呢？里面有蛇，还有什么？一只小老虎，它算可爱的哦。还有呢？还有那一个弟弟，他跟我有看到他被猛那个雪怪拉成这样，露出痘痘了。你觉得很好笑，所以你看电影是觉得很好笑吗？里面你最喜欢哪个人？我在楼上再告诉你，哈？在楼上再告诉你。我等一下不上楼上了，我直接出去外面了。你最喜欢哪个人？雪怪，你最喜欢雪怪？为什么最喜欢的是雪怪？因为他会魔法嘛，所以你喜欢他？不对。他不是魔法，他是自己没有魔法，他就这样子。他有超能力啊，是不是？对。很神奇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是喜欢他很神奇吗？你除了雪怪之后，还喜欢谁？小老鼠，喜欢老鼠，还喜欢谁？两个而已。好，你就选两个。好，拜拜。我看。